都倒霉开的，可小的啦，我都特别倒霉开的，也小的啦，我都倒霉开的。我下个时间我就跟好一点都要不回应。大家不说过来了，还有个姐。个姐，你不会，你不我说的嘞，你不搞定了嘞，你不说搞定了嘛？我怎么能出海的姑娘？我好像没搞时间。我说了个两个。我告诉你。心里跳出来了。我你我也说了，你是我的了。再想想，不敢报警，报警，不敢。